操你妈！你打残废军人，战斗英雄，我要报警。故事发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，在充满理想和激情的军队文工团里，一群正值芳华的少男少女挥洒着热血青春。何小平来的这天大雨滂沱，文工团的男兵刘峰受命去接他。何小平是从乡下来的文艺女兵，他的亲生父亲还在劳改，之所以能入伍是因为改信了继父的信。刘峰则帮他在出身内栏填了格干，还表示不会跟大家提他父亲的事。两人回到文工团，这里异常热闹。何小平兴奋地看着眼前的一切，分队长向大家介绍何小平是如何的优秀，还让他给大家展示一段。何小平脱下外套，性格泼辣高傲的郝淑文主动接过了衣服，凑近闻了闻后一脸嫌弃。紧接着何小平因为坐了两天两夜火车没有活动开，表现不佳摔倒在地，大家一阵哄笑。这两个情节也预示着他即将开启一段不那么顺利的集体生活。团里的小穗子是个热心肠，他带着何小平去领了生活用品，还向他介绍了两个室友林丁丁和郝淑文。林丁丁是团里的独唱演员，郝淑文是乐队的风琴手。郝淑文打量了何小平一番，嫌弃的让小穗子带着他去好好洗洗澡，说着便拉上林丁丁到食堂帮忙捏饺子。洗完澡，小穗子到餐厅吃饭。这里的情节也交代了刘峰对林丁丁、小穗子对乐团号手陈灿的爱慕。洗完澡的何小平回到宿舍，看到墙上的军装后，鬼使神差把他偷偷带到照相馆照相。他答应爸爸领了军装就马上拍张照片寄回去，但是却被告知两周后才能拿到衣服。何小平拍完照后把军装偷偷放了回去，谁料林丁之前回来过一趟，发现自己的军装不翼而飞，如今又看到衣服好好挂在墙上，便问何小平是不是动了自己的军装。何小平撒谎说不知道，原本这件事神不知鬼不觉，但是不久后的一次外出慰问演出，让众人在街上照相馆的橱窗里看到了何小平的军装照。路上林丁丁的脚底起了水泡，刘峰还帮他挑掉了水泡，一路上照顾有加。但就在慰问演出前，何小平却无意间撞破了林丁丁和摄影干事的私情。演出结束后，何小平第一时间取了照片寄回家，回到宿舍后和郝淑文几人撞了个正着。他们质问何小平是不是拿了林丁丁的军装，见他死鸭子嘴硬，便动手翻起了他的行李，果然搜出一张军装照，人赃并获。郝淑文要去找政委，林丁丁拦住了他，表示愿意给何小平一次改过的机会，但实际上他是怕何小平把自己乱搞男女关系的事情捅出来。之后的某天，大家都在一起游泳，泳池边挂着一件缝了海绵的内衣，大家纷纷调侃说内衣的主人不害臊。这时天空下起了雨，大家一窝蜂散开。晚上练完舞的何小平拿着自己的衬衣回到宿舍，结果却被一个名叫小芭蕾的拦住，叫来大伙要抓何小平的现行，查了他的衬衣不够，还要扒了他的衣服看那件内衣究竟在不在他身上。分队长及时赶来制止，小穗子帮何小平捡起了衬衣，指责小芭蕾确实太过分。时间转眼来到1976年，这一年发生了很多大事，伟大领袖与世长辞，民族脊梁接连去世，唐山也发生了罕见的大地震。刘峰在抗洪救灾时伤到了腰，无法跳舞，转做了文工团后勤。这天团里正在排练舞蹈，何小平的搭档却离他远远的，脸色也十分不好。面对分队长的质问，男兵当着众人的面说何小平身上有馊味，周围的人纷纷哄笑。刘峰停下手上的活，站出来替何小平解围，表示愿意跟他完成这个动作。这时政委走了进来，训斥众人没有一点军人的样子。刘峰被叫到办公室，他把军政大学进修的名额让给了同志王友权，觉得他更需要这个机会。政委坦言机关一般不喜欢文艺兵，觉得不踏实，但刘峰却因为年年标兵履历战功被首长赏识，到时候进修一年出来提一级政连是求都求不来的好事。政委劝刘峰再考虑考虑，刘峰却坚持要让出名额。与此同时，团里好多人的爸爸都平反了，何小平的父亲却因病去世，没等来这天。收到爸爸的最后一封信，何小平也失去了唯一的亲人。刘峰顶着腰伤陪何小平练舞，那帮嫌臭的男兵却在用政委的语气打趣刘峰，把他的善良当成理所应当，还要笑话他不够聪明。刘峰帮即将结婚的炊事班马班长做了套沙发，本想邀请不相信他的小穗子来看，结果当时只有林丁丁一个人在宿舍，于是便带着林丁丁去看自己做的沙发。两人聊起去大学进修的事，林丁丁问刘峰为什么要把名额让给别人，刘峰便顺势向他表了白，自己就是因为他才不愿意离开文工团。刘峰激动地抱住了林丁丁，没想到这一幕却被人看到。林丁丁回到宿舍向众人哭诉，之后更是将刘峰举报到了保卫部门。做了半辈子好事的刘峰就这样栽了跟头，他做过的所有好事和获得的荣誉都被一句耍流氓抹杀。负责审问的人更是一直引导刘峰承认自己做了龌龊的事。刘峰激动地说他根本没有耍流氓，结果却被按倒在的。刘峰被下放到了伐木连，他帮了那么多人，走的时候却冷冷清清，只有何小平来相送，也只有何小平知道并珍惜刘峰的善良。不久后的一次演出，
卓玛因为受伤无法上台，分队长便找到了何小平。这些日子何小平因为被排挤从未有机会登台演出，一直做着服装组的工作，现在有机会了他反倒不想上了，因为他已经对这个集体彻底寒心，为此还不惜装病。政委发现端倪后，让所有知情人都对这件事守口如瓶，一个小套路就让何小平甘愿上台，之后更是将他调到了野战部队。何小平却毫无怨言，他对这个集体没什么可留恋的。1979年，何小平成为一名战地医护人员，他全身心投入高压环境，也见识到了战争的残酷。刘峰也来到了前线，在某次运送弹药的任务中遭到敌军伏击，队伍伤亡惨重，他自己也被打中胳膊动脉，守着队友们的遗体等着后方派车来接，结果再次遭到袭击，刘峰拿着火焰喷射器自卫，等后方车辆赶到时只剩满地焦尸，尸体被卡车运回，医护人员在里面发现了还活着的刘峰。与此同时，小穗子也被抽调到前线当战地记者，并在这里见到了何小平。打仗前，何小平收到刘峰的来信，得知他也到了前线，但两人却因为种种巧合一直没见到。小穗子跑的地方多，何小平让他见到刘峰后一定要告诉自己。他们最终还是没能在前线相遇，战争结束后两人也都负了伤，刘峰失去了一条胳膊，何小平因为奋不顾身保护伤员被评为英雄模范，却也因此患上了精神疾病。刘峰到医院看他，医生解释何小平童年过得不好，除了被关进劳改所的亲生父亲几乎没人疼爱过他，再加上在战场上看了太多残酷的东西，一下子成了英雄反而反差过大，精神崩溃。一年后，文工团即将被撤销的消息传开，消息的源头是陈灿，原来他也是干部子弟。消息属实，不久后文工团迎来了解散前的最后一次慰问表演，何小平作为观众坐在台下，他双眼无神地看着台上的舞者，也认不出文工团那些人，直到表演沂蒙颂的时候，何小平才有了反应，这也是刘峰陪他练习的那支舞蹈。何小平来到屋外，在月光的映照下翩翩起舞，一直到最后完美谢幕，何小平也终于和自己和解。小穗子在表演结束后准备向陈灿告白，没想到一个晴天霹雳粉碎了他这些年来的暗恋和心动，郝淑文和陈灿在一起了，他好像不知道小穗子这些年的心事一样，就那样直白还略带炫耀地告诉了他，还说自己和陈灿门当户对。小穗子将那封表白信撕碎扔进了风里。时间来到1991年，小穗子成为了一个作家，在海口举办签售会，还顺便约见了郝淑文，两人看起来都光鲜亮丽。刘峰也在海口，他靠一辆三轮车送书谋生，吃饭的家伙还被联防办扣，对方开口就让他交1000块的罚款，刘峰辛苦一个月才能赚300块，嘴皮子磨破对方也不松口，还推搡着刘峰要和他动手，刘峰被推倒在地，假肢也掉了出来，郝淑文跑过去把人扶了起来，指责联防办的人不该这样对战斗英雄。郝淑文帮刘峰交了罚款，三人久违的坐在一起，郝淑文拿出林丁丁寄来的照片，如今他已经定居澳洲10年，人也胖了一圈，两人趁刘峰去写借条的功夫又开启了他的玩笑，说现在的林丁丁给刘峰摸他都不一定摸，果然没有人能对旁人感同身受，这与刘峰是伤疤的过往却是别人的笑料。小穗子把照片拿给刘峰看，刘峰释然的笑了笑，好像他们每个人都比刘峰和何小平这两位战斗英雄过得好。几年后，刘峰联系到了小平，他如今已经恢复了正常，两人到墓地看望牺牲的战友，刘峰拿出那张在文工团宿舍找到的小平军装照，小平也终于说出了那句含在嘴里十几年的话，那只是一句含蓄的能抱抱我吗，两个孤独善良的灵魂也终于殊途同归。此后的日子里，两人就这样相依为命，他们没有结婚也没有子女，成为了彼此在世上唯一的亲人。一代人的芳华逝去，刘峰和小平的日子平静安宁，两人都比常人显得温和知足。